今天大家的任务就是要抛下郑凯，带着苗苗去进行济南日游，让凯哥开启一场追妻之旅。九季了，你们就这样把我给抛弃了？哇，这怎么背啊？你老婆在我们手里。老婆，等我，我来了。雨辰他们把我老婆给拐走了。雨辰啊？啊，不是。救命啊！哎，老公，你回来，回来！